不知道，因为我刚刚是按那个连锁键，但是它不能连锁。嗯哼，啊，叫连锁键吗？连锁键是那个小老鼠，啊、不是小老鼠，那个波浪符啊，波浪符，对。哎呀，我发现 Diamond 啦、啊！哎呀，那是我刚放在那边的啦。哎、真的哦，说好要还我的啊。是团团啦，到底在哪？我要挖！哦，是我撞在那边的啦！哦，我的妈妈咪呀、啊！你怎么啦？我遇到怪啦！打回去啊！我快死翘翘啦！快点死翘翘啊！我要死掉啦！我有做错吗？三个历史可以合成一个碎石。不要！椰子，不要！死了，看看啊！死了，他们说叫我做魔道士就可以不用。历史做痛，三个历史。嗯，怎么又下雨了？三个历史，墓碑怎么敲掉啊？敲不掉，用手吧？敲不掉。我没有敲过墓碑。我看他是要用工具欸。你看他写什么啊？你抬头显示器上面应该会写说他你需要什么工具吧 ？No tool，No tool 啊，挖不掉。对，我那天是想说真的很丑，我就不小心用了黑科技把它弄掉。所以他是没有工具可以挖掉。我用钻石镐挖不掉了。好像你用手呢？我也敲不掉。黑我睡醒了波浪符。总不会说就开个灯了吧？那等一下这个世界不到最后都是一堆了，都有的头啊！站上去按续福特，试试看。哦，站上去按续福特。嗯，有人说有用吗？站上去按续福特。因为我、欸、有欸，我第一集不是说我要想办法弄掉，不然会很惨，就是因为这样子。嗯哼，哦，就是站上去按虚浮特、欸。那哈基德那两个怎么办啊？那个那边应该我就算了啦，就在那边吧，除非有办法做有办法攻略的时候。哦，你说被那个咬死的地方啊？对，怎么打磨啊？不要说打磨机吧。我没看到可以做磨刀石的东西啊，哪里啊？对啊，胚胎还是不同，他们做的是不同模组啊。嗯，欢迎光临，进来。Hello， 而且我家这里是刚好是大峡谷哎、欸，啊，大峡谷很好啊，这还不错啦。这个人在炫耀，好爽哦。我还不去打爆他，可以打他吗？可以打他吗？不可以，拜托，让我打他。不要，有人在我门口一直笑啦。谁呀、啊？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啊！他也是笑得好，笑得像给到一样。给到。磨刀石要用模具做。哦，三个磨刀石啊、哦！啊。哪一个长怎样？在模具那边，十字饼，所以就挖粘土哎、欸，哇，大板，快白天，我还是多插一点火把好了。现在外面有下雨吗？下雨、啊，下雨。哎，又找不到安德了。手，扳手，镰、刀，跳。有人在我家外面一直笑，第一个啪、哦，笑回去啊！哦，感谢，有开台真好，不用再去找，都会有人直接马上教你。对，真的，那个一个比一个还强，那个都是那种摸高手。然后其实他只是旁边网页开着看，这旁边放了 Wiki 啦。没有啦，我只是开了网页而已啦。坏，第二水，你坏，那所以猪是好的还是坏的？你坏。
我是还没遇到啦。对啊，为什么那时候看他，我这边遇到每只猪都会咬人呢、欸？哇，你是不是跟谁有什么过节啊？哇，对啊，我也不知道、啊。不是按照，可是我对猫口也很好。好啊。哎、欸，哈啊？对谁？哈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就为什么会提到为什么会提到猫口？为什么？猫口怎么了？猫口怎么了？刚谁是猫口？对，谁是猫口？谁是猫口？我不是啦，但是你不知道啦。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干什么了？啊，干扰我弟啦，我被盗了，被附身了，被盗，被盗，被盗，哦，被盗。对啊，不知道怎么会被打、啊，很奇怪。到底是为什么做错事情都会扯到啊？刚刚是我弟在玩，就网络用语啊，大家不是这样吗？对啊，很流行诶、欸，超流行的，太流行了吧？不是说我弟啊，对啊，弟真好。刚不是我，有人用我的账号啦。是啦，我被盗了啦，不好意思。那我哥啦，我哥刚用我电脑啦，这很快。你哥会玩麦快哦？啊，刚好盗人家钻石是不是？对啊，他都知道东西放在哪边，很奇怪、欸。怪人。这是下啦，我的装备有磁铁。主要打了才会打你哦，所以没有啊，猪也会主动好不好？什么主动？等一下，你刚讲猪要打人才会打你，什么意思？猪要先打你，他才会打你哦。哦，他就要摸过，要摸过的才会摸你哦。可是没有啊，猪我们还没靠近他就会冲过来了。搞不好他是群，搞不好他是群体性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有某种生物的这样仇恨值啊？嗯，对啊，像猪人嘛，很合理啊，有没有？还是狮子脸？可是那个是还没生成的地方的猪哎、欸，说不定他们有种族的语言啊，有先通报说这个人有先打过同伴的啊、哦、之类的啊。嗯，这个人看到猪哦，你被通缉了，在猪界很有名。对，小有名气，猪界的大红人是什么？这好像是那种一个铁傀儡的那个家，工业模组之后可以用飞行背包，那就靠哈基了啊！啊，对啊，可以啊，可是它是耗电，那你要有先产很多电。没关系，这个模组有没有那个、啊、太阳能？我们之后就可以去你家，你可以查查看，找看看啊。哎呀，都去家偷电。偷接，偷接，偷接你的电，偷接电。哎、欸，不是不行哎、欸，说实在的，我偷过人家电过。省钱的方法，去别人家偷电，去别人家偷接电。之前都是那时候玩工业模组，去人家伺服器玩，啊飞飞没电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有人家里也冲进去，走进去看、欸，有充电台哎、欸，可以插进去。哎、欸，不是装备放上去就充好了吗？啊，是要放上去啊，要充一阵子才可以充完。哦。你就上下去，然后那边滑手机滑一滑。欸、那就路上都放个像 GoGo 龙的那个中介站有没有？中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到了，这边中介站。充个电。到时候怕中途没电哦。互相交易一下，你们有什么那个模组？对吧、啊？然后我可以那个背包给你这样子。就一物一物。对。可以呀、啊。还不错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。嗯。物矿石。就每个模组都有它特别的地方啊。对啊，我就弄好东西给你。太阳能有啊、哦。我说的是进阶太阳能呢 ，Adventure 什么什么什么或者，看一下 ，ADVN。你要做个门会比较快。木头不够。这个是可以直接丢掉，哎、欸，可以直接丢掉、欸，哎，哇哦，好酷哦！有一个垃圾桶吗？对啊，刚有注意到那个。嗯，你就不要丢错掉，不小心就把自己。我可以用30个绑定绳结跟你交换东西。30个绑定绳结，刚刚做出来的吗？新鲜的哦。哦，至少不是做按钮好不好？按钮不知道干嘛，拿来烧而已。哦，哈基。嘿嘿，什么东西？一组按钮。那多久以前东西？最近会跳出来我的那个哎、欸，推荐吗？收看过，多久啦、啊？那东西，哎、欸，我甘蔗，这是什么啊？哇，甘蔗，树果仁，
树果人啊，他附近是不是有什么黑暗德鲁伊啊？我不知道啊，这边有一个很像苹果，但是他好像不会打我。苹果打人，好好有一个青苹果跟红苹果。哎，啊，他附近有没有祭坛？我不知道。我那时候逛地图的时候，被一个叫黑暗德鲁伊还是什么东西扒一下，我整个就是摔到地上，直接飞起来。哇，没飞啦，很痛啊。这边真的好多哦。你杀杀看啊，搞不好你就在他们的苹果界就出名了，就出名了，对啊，好像是多哥哥了，他也只有最不要没有那个什么，他只有最基础的，所以他没有进阶的，嗯，说充电的，嗯，哦，啊。哦，哇，虚伏特点箱子，哦，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。哦哦，我发现新世界了。没有，我刚刚发现的。哦，点到。哦哦，对吼，不能做木斧头。啊，小木斧。再不看我影片、啊，再不看啊，繁星的就用到小木斧。我有看。我本来还想切画面说， oh. 想说这是什么，去查那个英文。突然想想不对，我在哈记的那个逃离什么断线锅，好像有看过类似的。是小木斧啊，木斧啊。嗯嗯嗯嗯嗯。不，我不要被木门卡住。好，好暗哦。我的天哪、啊！青金石，我想要多一点青金石，把我的稿子升级。青金石是几层以下？三十吗？十八，十八以下、哦。哎、欸，我有青金石、嗯，你要跟我换吗？交易了吗？可以开交易了。开交易了，开交易了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，还也没有，之后再给，之后再给你，之后再给你。我先我，哎，我们重生点见。好远哦，五至二十，五至二十。就是几栋几那个，几平几栋、欸？要不要弄个那个联谊之类的？联谊厅。现在有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吗？现在连自由市场都关了哎、欸。对啊，自由市场我们都关掉了。关掉啦、啊。啊，回忆都被取代了，痛苦的僵尸。为什么要关掉、啊？我真不懂。应该说就是。自由市场还是它还是要成本啊，什么经营商人之类的，或要一个人在那边摆着。啊，现在不用吗？现在一二三四，现在有一个叫拍卖场啊。拍卖场不是要那个点券？不用，现在是完全不用。啊，是啊。对。拍卖场也是用要点券的啊。嗯。没有，因为说现在它的拍卖场不一样了，跟之前不一样。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完全没讲。对啊，风之谷真的很不想来这边挖、欸，这边很恐怖哎、欸。很恐怖吗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会啦，会啦，不会啦。那是因为你心里在怕，不要怕它，你就不会觉得恐怖了。哇，我们约取西见。哇！我怕、啊，不用怕、啊，不用怕，那只是你的心理作用。对，我会带很强，是不是？我会带个赛苹过去陪你的，不会不会让你孤单一个人。他会拿个斧头跟你打招呼，我会拍你肩膀。不要用斧头拍我肩膀，不要摸我肩膀。他就远远找到你了，嗨，找到你了。Hi 啊找到你了哦！嗯，啊，我已经把其他人删掉了，找到你了。然后睡，他很孤单哦。不会。嗯，那先把其他人杀，你去当赛品。哈基很孤单哦。哎，这棵树好漂亮哦。嗯，哎，如果那个图案很像一堆苹果的，这个就是苹果树吗？图案很多一堆苹果，你说树叶上面吗？对啊，啊，可以带回家吗？嗯，你直接对它点右键就可以采苹果啦。
哦，要右键。嗯，哇，好好玩哦。想起来我上去是要修我的锤子，我右手下来干嘛？我不会饿了，干嘛种东西？哎，对耶，听可是不是可以斧头有那个